依你所言，大帅是因为这青铜蟾蜍所释放的七星木锦毒中毒而亡。没错，小的不才，读过一些书，有一本叫《南楚经书》的书里非常清晰的记载着青铜蟾蜍的机关是通过预热触发的。 这毒囊是否有异样？奇怪，这毒囊的气孔早已被一层厚厚的铜锈覆盖，明显没有近期触发过的痕迹啊！确实有点不对，这毒囊应该是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触发过了，否则的话。 这开口上不会长满锈迹呀。那依你所看，这大帅是死于意外，亦或是死于毒手呢？这女人什么意思啊？是在试探我吗？如果这毒囊在很久之前就触发过的话，那大帅就不是死于意外。 很有可能死于谋杀。如果大帅真是死于谋杀，那你觉得这案子我应该如何查下去？怎么办？此时要是提及南楚金术，会不会引火烧身啊？大帅遇害前一晚，因为抓到了一名朝廷要犯而举办了庆功宴，如果是被他人杀害。 很有可能是在庆功宴的酒菜里下毒，吴大人，您可以彻查一下参与庆功宴的人员名单。杜巡，哎，初识你时，我就对你印象极深。哦，是吗？我特别喜欢你对我说的一句话：“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癞蛤蟆一样轻松。”是，特别是我五岳平生最厌恶你这种油腔滑调、满嘴荒唐的人。不是，杀了你，毫无负担。哎，不是，吴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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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大帅并非死于这青铜蟾蜍，但是从大帅的死相及尸斑上也不难看出，他肯定是死于。 南楚特有的七星木锦毒，凶手肯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联系，故意伪造了大帅死于意外的假象。可是小的那本南楚金术，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丢了，那偷走我书的那个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啊。 好，没想到不良警中也有像你这样思维敏捷之人。哎呀，不敢当。那就如你所说，我去查查这不良井里还有谁对南楚的工艺有所了解。你们带几个人挨家挨户搜查南楚金术这本书。诺。那吴大人，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就先撤了。哎，不是，吴大人。 既然如你所说，了解南楚金术的人都有嫌疑，那你自己就是第一嫌疑人。哎，不是，把这小子捆起来，直到查出别的嫌犯为止。吴大人，你看我这给你分你了半天，你这。
这衣服以贵布缝制，又用纱罗点缀，腰牌上还有个精致的莲花图案，是取了谐音莲坊吗？我也真想有一天能穿上这种衣服啊。这衣服脸庞尖削，不够圆润，但细看之下还算是有几分姿色，可与小玲不相上下。杜勋，你想什么呢？这刀刃锋芒显露，刀柄雕花精良，看来洛阳城上的能工巧匠果然厉害，要是能搭配上我这种侠客也多好，可惜配上了一个性格乖张的暴婆娘，可惜啊，可惜。我觉得有点过于紧了，你稍微帮我松一松呗，我求求你大哥。这气氛也太紧张压抑了吧，我找点话跟这暴婆娘聊聊。你说你们洛阳城的姑娘是不是都像你一样武艺高超啊？吴大人，您平时除了舞刀弄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啊？我就特别喜欢看书。大人，你有没有兴趣听我给你讲一讲呀？大人，你们联访的人怎么都这么严肃啊？是不是都不会笑啊？大哥，来，跟我笑一个。大人，显然您是不想让我过多的了解您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让您过多的了解我一下。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特别的开朗。我姓杜，名寻，性别男，经营一家古董铺子，名叫镇宝阁。让他安静点。诺。大人，显然您是不想让我过多的了解您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让您过多的了解我一下。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特别的开朗。我姓杜，名寻，性别男，经营一家古董铺子，名叫镇宝阁。让他安静点。诺。铺子，我做梦了。人们都说这不良井里都是一群沆瀣一气之徒，我果然是错信了你，口口声声说什么书丢了，怎么解释？难出金术，这还真是我丢的那本，怎么会在这儿？
就是那个时候，安琪趁机把男主金树放了回去。为何会在他手里？难道数月之前就已经被他拿走了？你口口声声说书丢了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柜子里？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告诉他实情？大人，您果然是明察秋毫，就是比我们这些不良警的下人要强，要太要强。有话快说。那日有一个泼妇来到我房前大闹，哎呀，那家伙给我造的，比你翻的还乱呢！快说！我想，一定是有人趁乱将那本难处金术又放了回去。我已经猜到那个人是谁了。谁？谁？安琪，不良帅安琪，是安琪，但是大人，我知道这个人秉性纯良，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他不可能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啊。不错，你做了正确的选择，这对不良警人来说实属不易。走，把那个不良帅给我羁押归案。谋下经联访彻查，不良警贱民安吉谋逆篡位，杀害不良帅，祸乱朝纲，一律当斩。行刑。这条好狗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本书我是在国华铺子里买的。对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谋害了大帅。荒唐，国华的铺子只私运绫罗绸缎珍宝首饰，何时卖过这种奇技淫巧的书籍？妄图颠三倒四，瞒天过海，还不快把实情招出来。懦弱无能的蠢材，杀了你都脏了我的刀。对，你们找了他。哎，大人，三思啊！人呢？人！你没事吧？杜巡，不好了，我听说安琪从联防手里跑了。什么？坏了，难道真的是他？什么真的是他？没时间跟你解释了，走，跟我去大帅府。
果不是因为青铜蟾蜍，那大帅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被下毒的呢？四肢没有中毒的迹象，面色紫青，毒物可能是从头部进去的。颈部有轻微紫青色，中毒不明显。帮我拿一下。如果不是蟾蜍喷毒，那大帅是怎么中毒的呢？全部凉清，只有两个人有这个暗器。不可能。哎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从里面传来的。走，去看看。跟我走。身亡的假象，再把我叫过来，在国华文整面前推演了一番。大帅中的毒位于这只青铜蟾蜍之中。两个人一心争夺帅位，根本不会在意我推理时的纰漏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杜巡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不是说大帅死在卧房，门窗紧锁？若真是安琪所为，他怎么逃出去的？是啊，这一点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大帅死时，他的卧房是一密室。
说，大帅的卧房与这里。之前怎么没好好注意过这个帅旗呢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帅旗后面要杀大帅呢？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帅位吗？他本可以顺理成章的接任帅位，他为什么要冒死风险去杀大帅呢？安琪，你受伤了？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止血的，想问什么就问吧，这么憋着都不像你了。如果那晚我没有出现，你怎么对付国华文正？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帅位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帅位对我丝毫没有意义。我问你，你究竟为什么要杀大帅？我是为了不良井的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我？杜巡，我从来没有搪塞过你。在桥上的时候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要带着不良井男女老少的所有人离开这里，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。这就是你杀害大帅的理由？是。每当我跟他说，他都会一次次的斥责我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大帅一日不死，我一日不能实现我的计划，机会不能白白的浪费啊！什么计划？什么机会？你在说什么？我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什么时候了还吵架？报告，骑兵武大人，这附近都搜过了，没有找到安琪的踪迹。他们一定是逃到帅府了，你们把帅府给我好好的搜一搜，不要漏掉一处死角。诺。现在怎么办？杜巡、小玲，你们听我说，我
我杀了如此有余过，但你们此刻偏偏跟我在一起，一旦被联防发现，一定会被当成同党。杜鹃，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宁剑亲手杀了我，亲手杀了我。你小子是不是疯了？安琪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们说好同生共死的。小刘说的对，要死，我们三个一起死。今天，我们就从这儿杀出去。好，杜鹃，那就依你所说。你什么都不会，拿着。此事告一段落，不久后，霍良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